我们祖国为什么关你命门？你们要讲道理，要讲道理。谁给你的胆子？你讲讲道理。谁给你的胆子在这个地方建厂？这个项目懂吗？不能说结果，项目。是吧？项目懂。我把坟头也建在你的门口。哼。不是你，你就说你把阴山那天一个村庄，一个村。哪个给你们这些人的胆子？我那边。全部一。如果建了。我说那天全部。是让你活的。你这个地方你都不能搞，晓不得？你这人干的。我不是同样的。